害者禁止よっ。瑠璃のように落ちなさい。天理チョーク、歌よ錦となれ。失礼、神里流トーレ。え、这就没了？我还有一箭没射出去，好吧，你让我射完呀。哎，最近的怪真不耐打，我靠，剩余物没拿。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最懂游戏的董哥。我知道很多人都在等萧公和星海的视频啊，但是萧公距离我们上线还有大概11天的样子，也不是说我马上做了视频他就马上要出的，对吧？星海更是还远在天边呢。那咱们先在这里做个小调查吧，你更关心萧公呢还是更关心星海呢？选萧公的扣个1，星海的扣个2。就目前看来吧， 2.1 的卡池，雷电将军先登场的可能性大概有 173% 左右，所以大家稍安勿躁，我们还是按照计划了，先把神里的坑给填上了。星海跟萧公我们可以一会再做打算，对吧？好了，让我们开始吧，神里凌华实战深度硬核评测。首先董哥在这里先恭喜一下很喜欢钟离的朋友们，如果你钟离已经抽到了高命的话，神里目前看来这个游戏里面相信好的队友像杭秋呀、屌娜这些就先不说了，另一个很大的黑马跟我之前预测的一模一样，就是大于等于四命的钟离。接下来我们先看一段录像吧。从这段录像大家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游戏五星角色最墨迹的地方就是他开大招的时候 pose 摆太久了，这就导致原本长达6秒的石化在神里大小姐跳个舞之后就只剩下4秒。但是所幸的是神里大小姐的大招持续时间也只有5秒左右，也就是说在你什么事都不干的情况之下，这个大招其实是基本能打满的。石化比起冰冻流的好处就在于它更稳定，而且适用的环境也更多，因为众所周知这个游戏有很多怪它霸体一开你就没办法动起来了，策划当然也知道呀，所以你看他们越来越喜欢设计那种有霸体的怪了。但是不管你有没有霸体，只要你不是那些用屁股都能打赢的世界 boss， 在钟离的石化面前还是要乖乖的给老子罚站。两种流派各有好处，石化更稳定更确定，能直接干霸体，还有很多带钟离的好处嘛，这些就不用一一说了。但是冰套的暴击率是吃不满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做个取舍吧。这个操作的手法非常简单，首先就是神里他潜水之后上来A 一下，确保误切三层叠满，然后切温迪一扩散冰元素，然后再切钟离丢大招，丢完之后马上再切神里出来丢大招，一定要这样的顺序，你不能切人之后再平 A 一下的，这样的话只会让时间浪费的更多。如果是零命的钟离的话，操作手法不一样，等一下后面我会说的。在这里先说一下我视频里面的另外一个细节，就是董哥我是习惯了神里的那个六命的重击打完了就马上切人的，因为满命干预上场进行爆发，明显秒倍率是要高于神里的。但是吧，现在大家估计也知道了，神里这个角色呢，他的整体机制以及表现跟我在神里上线之前做的好几个所谓的云评测但是高精度的视频基本分毫无差。就是以神里作为主 C 的话，你必须全队围绕着他的冰核弹转，武功跟重击也就那回事。而且你看他的建模就知道呀，他的打重击的时候有很明显的前摇现象，你就知道这个角色他的卡肉现象是很严重的。实测下来呢，我相信大家都试用过了，就是神里他打重击的时候那个手感非常顿，动作也非常慢。归根到底这个原因呢，除了本身的模型挥剑速度之外，就是因为他卡肉的现象非常严重，这个动作一慢呢就导致他打重击的时候那个秒倍率是非常差的。怎么说呢，有部分朋友啊在做评测的时候可能就喜欢去直接以角色挥空气的时候的那种速度来作为标准吧，但是真正对原神的机制有更深入了解的人都知道啊，实战中近战的角色他的普攻跟重击呢是有明显的变得更慢的现象，因为你就算只看神里挥空气的速度再结合他的倍率，都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了力道不够的迹象。这就是为什么上线前我就可以断定神里这个角色呢，正确的实战思路肯定是要以大招为主的。主到什么程度呢，从组队的初期就要考虑到以下的三点。第一，怎么样让大招给循环起来。第二，怎么样全队给大招拐起来。第三，怎么样的配对可以让大招轻松打满。这三点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住，原神这个游戏
所有的核爆流角色，组队都是首看这三点。真正以平 A 和重击作为首要输出手段的角色是绝对不会这样去组队的。打比方就是雷泽跟烟飞这种，从前面那个表你们也看出来了，就是只打重击的情况之下，即使是三个角色全部都是零命的情况之下啊，神里的 DPS 是明显不如甘雨以及克勤的。但是董哥，我并不是阻止你去打重击，你要搞清楚，这是要看情况的。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科学化、最优化、最大化的输出。很明显嘛，如果你神里跟甘雨在一个队里面，你神里丢完大招之后，为了最大化的输出，你肯定是优先让甘雨上场，既不用浪费全队的体力，还能放风筝。零命都是如此，更何况满命呢？但是如果你组一个队里面，队伍里面一个副 C 都没有，神里他就是全村最好的输出，那你当然不可能让迪奥娜上场来帮他打重击，对吧？就董哥我实战下来给我的感受吧，就是在队伍没有更好的输出点的选择的情况之下，就是潜水之后，神里的他的那个附魔时间有点短，一个潜水可以打三个重击左右，你就让他潜水之后上来打三个重击就可以走了，非要再潜水再打满六个重击什么的，我跟大家说就不要去搞这种花里胡哨的事情了。如果你是一个更加抠细节的玩家的话，那我建议你 4A 一重击马上切着，这种情况下神里的秒倍率是收益最高的。在董哥我的这个频道啊，讨论的是怎么样最大化最优化输出，你不要给我整那些什么，就是之前有一个观众给我发了一个最后的绝将一个视频，神里只打重击把深渊打穿了这么无聊的视频。我跟你说，芭芭拉带着三个四星把深渊打穿的视频我已经看了100万个了，深渊满星算个屯呀，你说你操作牛逼，神里用重击把风来人满分刮穿了，那还差不多对吧？你给我发那种一票五星把深渊打通的视频，我真的是看10秒我都觉得浪费时间。你拿个破深渊当标准的话，那你最次也要对吧？给我发一个什么主角单通深渊12层满星的视频，那我倒是会花时间看完，并且会不断的在屏幕上面打666。有些东西啊，你去忽悠那些比较入门的玩家还是可以的，但是董哥我这种骨灰玩家了，就不要搞这种东西了，对吧？OK， 我们回到主题啊，我稍微绕了一下圈子，是想更加清晰的跟大家解释一下让神里的大招打满的重要性，这是核爆流三大组队思路里面的基础中的基础。而钟离的这个四命呢，是目前整个游戏里面最符合这个标准，几乎无人可敌的条件。这不仅仅无条件能让神里的大招打满4秒，更重要的是通过前面我的解释，我相信我这个频道里面硬核的玩家一定马上就意识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卡肉是可以延长石化的时间的。而神里呢，又是少数那种可以靠普攻把肉卡爆的角色，跟咱们的阿琴是一样的。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另外一段视频。天道，ここにある。急がないと。大家可以看到啊，经过克勤老婆的不屑刮痧啊，不对，不屑的卡肉，从细节处大家可以看到啊，两只龙息解封的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卡肉这个有毒的机制带来的一点比较正面的回馈。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胡桃他开一之后，你如果挨着敌人不停的捅的话，他的那个技能持续时间实际上是会延长的。所以在这里董哥回收一下前面我提到的一个细节，那就是我虽然切满命的甘雨上来输出了，但是如果你没有满命的甘雨，那要解决这个办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你让神里上去平 A， 就贴着他刮他压的，咱们以毒攻毒，卡肉就给你卡爆他，就以此来辅助大招在石化期间打满，基本上就可以确保钟离一个大招完美全覆盖神里的一个大招。前面董哥我也说了，零命的钟离其实也可以这样玩，但是就比较考验你的手法和经验了，因为原因很简单嘛，如果是零命的钟离的话，你就只能够神里先放大招，然后再接钟离放大招，这个时候你就要预判在钟离摆 pose 的这个2秒之内敌人会做怎么样的动作。如果对面的秋秋王都已经摆出了一副马上要冲刺的样子了，你还先神里先放个大招的话，接下来大概率的情况就是钟离大招砸下来，秋秋王已经冲走了。钟离的这个四命有和没有啊，他的那个面积实际上是差了50%的，说白了吧，就是你要用经验以及技术来弥补这个命座的差距，思路是在这里的。所以如果你很喜欢神里的话，你又是单推人之类的，那么钟离的命座234都是很实用的。二命就不用我介绍了，我就随便说一说钟离的三命吧，他其实可以顶10个大生命词条用的，37000的10级护盾，其实你去计算一下，你会发现甚至还不如30000血的13级护盾要来的厚。钟离的这个三命其实应该是目前深渊的前排角色之中加三的那两个命座里面呀，可以顶替的剩余物词条的最多的一个命座了。真的喜欢神里的朋友，并且打算要做很久的主 C 的话，钟离这个命座真的可以冲一冲。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这个理论上其实是可以通过操
操作来弥补的，也就是容错率要差很多，可能就是多凹几次的问题而已。现在关于神里的评价已经开始出现两极分化了嘛？董哥，我先在这里问一下大家吧，你们觉得神里现在自己用的顺手吗？觉得顺手的扣个一，觉得不太顺手的扣个零。就我目前在社区里面看到的，就是觉得神里拉起来之后不太好用的人，主要是因为大家已经开始意识到了，那就是神里它的强度 70% 在大招， 30% 在永动队，用起来比较吃手法跟走位。奇怪啊，这些东西我不是100万年前在视频里面就已经这样说了吗？不管怎么说吧，在永动队之外有没有其他思路也是值得开拓的，不然这个局限性就很大了。这也就是为什么除了主流的永动队之外，董哥我先在开篇好好聊了一聊目前这个神里钟离二人组给我的印象。接下来在我们进入神里的配对之前，先聊一聊，先说说目前原神队伍的大环境。到目前为止，原神这个游戏董哥我认为有两套阵容是可以称之为 T0 的阵容的，大家来猜一猜是哪两套阵容呢？来来来，五秒钟时间，5、2、1，没错，送分题，就是胡行中以及莫甘温。这两套阵容强在哪里呢？就是我之前的视频一再强调的，就是格子。这两套阵容都有一个很可贵的地方，就是他们是三人成的体系，就算不带第四个人，这两套阵容都是可以正常完成循环以及输出的。这也就赋予了这两套阵容极大的灵活性，因为深渊的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就举一个例子吧， 1.6 的深渊呢，理论上胡行中本来是不能打下路的，因为有水使徒在那里，你水火怎么输出嘛。但是可怕就可怕在于胡行中第四个人是随意塞的啊！虽然平时大家第四个人一般都会带什么教官宁光呀、阿贝多呀，或者是砂糖什么的，大家这次一看啊，下半路有水使徒在那里，哎，第四人就带一个20级的重云，轻松通关。然后这一套阵容就成为了 1.6 最受欢迎的下半路的选择。什么叫灵活性？什么叫容错率？三人体系的阵容就是这么任性。所有平民月卡党啊，如果你资源有限的话，董哥我最建议你就是组这两套阵容，你就照着这样去抽，稳的。因为这两套操作起来又非常简单，而且面对不同的环境他们灵活性也非常高。原神有很多优秀的队伍啊，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把类似于国家队啊，或者是万达国际跟这两套阵容放在同一个档次上面，但是以我的标准的话，就只有这两套阵容会独占一档。而目前关于神里的配对啊，我们也可以逐一分析一下。在神里上线之前，大家普遍看好的主流的配对啊，其中最受注目的就是猫行万里。好了，大家接下来先看一下实战的视频吧。雨线难化，彩雨流红，可叹落叶飘。神力流，双面失礼了。起舞吧。朔风解印，断财失礼了。在神里上线之前，董哥我就评价过这个阵容。当时我说主要是有两个疑问，第一就是这套阵容抢了行秋，就是你要从第一主 C 胡桃手上抢行秋的话，对很多人而言都是得不偿失的。因为不同于甘雨这种定位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主 C 的角色，我们的胡桃主啊，他是表里如一的纯主 C。 胡桃没有了行秋是什么概念，董哥我相信很多人都明白的。而且胡行中是 T0 级别的阵容，特别是对于很多已经练好了胡行中的朋友而言，他如果资源不是特别丰厚，你又叫他把行秋拆给神里，那他下半路怎么办呢？胡桃带着芭芭拉去打吗？有些朋友可能说话就不是特别腰疼，说抢行秋算什么小 case， 对你来说可能是小 case 了，但是很多胡桃玩家我相信是会因为这个就不太想抽神里的。第二点疑问呢，就是这个阵容它其实操作上是比较繁琐的，再加上万叶的下落攻击本身会碎冰，会不会导致在对多个敌人同时碎冰的情况之下重新上水，让这一套本来就操作比较繁琐的队伍在实战中就更不稳定了。因为你回过头来看一下董哥我前面说的原神的核弹流角色的组队思路，这个第二点是尤其重要的。因为核弹流的角色它是拼的短期爆发，而这个短期爆发呢又是特别吃队友助攻的。而猫行万里这一套阵容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连环拐。这套阵容的思路呢是一环扣一环的，首先屌娜要丢出大招，然后万叶一定要站在屌娜的大招的范围内吃到200的精通，再把精通转换成加
伤，在神里吃到这个加伤之后，最后要锁进大招里面。这个操作思路是不是很简单呢？请把懂了打在公屏上。因为这一套阵容的核心思路，它的起点是迪奥娜的大招，迪奥娜用的比较多的朋友一定知道，他很喜欢把饮料踢到奇怪的地方去，这就导致你有时候半夜想要起手的时候，那个站的位置就很奇怪，这就进一步降低了这套阵容的稳定性。这种连环拐的队伍在实战中都是很容易出现意外，特别是对于那些神里是灵命并且是拿着四星武器的普通的月卡党玩家而言，你们的万叶甚至可能还没有仓谷，所以要吃到这一套阵容所有的资源在实战中是显得非常可贵的。所以董哥，我对这一套阵容的评价是上线不错，但是实战起来操作挺复杂，永动队看起来玩得很安逸，但是实际是挺吃你每一个玩家自己的细节的。灵命方面我给出了 A+ 的评价，高命方面 S 减。队伍的上限很吃命座，命座的核心是神里的四命、万叶的二命，其次就是武器很重要，雾切跟仓谷必须有，武器精一就够了。但是角色的命座，尤其是神里的四命啊，会让这一套阵容的容错率直线飙升，就是我伤害就这样上去了，就算没吃到拐，不注重操作的细节，我仍然可以在短时间内打出快速的 DPS， 跟中离的四命是一个道理。你要变强，你要么就磨练自己的技术，要么就拿出人民币。原神这个手游还是不错的了，因为大部分手游其实不会让你用手法来弥补强度之间的差距的。接下来第二套就是目前很火的莫甘温华。这一套阵容在神里上线之前我已经提出来过了，当时我是这样说的，莫娜、甘雨以及神里他们的四命全都是作用于敌人的 debuff， 这种 debuff 呢是可以跨越锁面板的枷锁的，简单直白的话说就是为了脱手大队而生的。而莫甘温刚刚好就是大招瞎逼扔的一个队伍，并且神里的二命、四命、六命在这一套阵容里面全都可以在一套之中甩出来，那是不是想想就可怕呢？关于这一套阵容，董哥我先聊一聊满命的表现吧，零命的一会我们后面会谈。好，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段视频。次の仕事は瑠璃のように落ちなさい。風だ。宇宙言語運命よ、ここにいてよ。我相信看得懂的朋友都懂，那就是如果董哥我莫娜丢完大招马上切神里丢大招的话，我其实是可以十秒之内轻松解决战斗的。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吧，我更想还原一个完整的操作手法和流程，因为这一套阵容它不仅仅是核弹阵容，而且是可循环不停丢的核弹阵容。按照我前面的操作流程，最后神里丢完大招之后，理论上是应该一加一个重击之后再切甘雨上来进行三连发的，不仅可以进一步增加伤害，而且可以给全队充能，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全屏幕都是数字的快感。但是两只龙息实在是太不争气了，这神里刚刚把扇子合起来，两个龙息就飞掉了，根本不给我时间切干预。为了验证这一套阵容的可循环性，董哥我只好让神里拿起一级的天空小剑，并且把衣服全都扒光了啊，不对，把剩余物全都扒光了。大家可以先来看一下实战的视频。お触り禁止、瑠璃のように落ちなさい。ここだよ。逃げようなんて思わないでよね。運命の共栄、これが運命です。桜吹雪、じゃ部外者禁止。结果两个龙系还是没有撑到甘雨的第三剑，就气得我想把甘雨的衣服也扒光了，然后再让他拿一级的阿莫斯上去看一看。但是我通过回放看了一眼，甘雨在结尾的时候还没有吃到第三个莲花，他的能量基本上已经快要充满，所以这套阵容是肯定可以一直循环下去的。神里的话，我个人估计他的充能需要堆到130左右，因为莫娜的四命给全队提供了 15% 的暴击率，所以神里其实有30的暴击率就够了，也有更多的余力分词条给充能。这一套阵容经过我的实践啊，就甘雨跟神里在前台的伤害，加上神里的核弹以及甘雨和温迪的在后台的大招，总伤害是接近300万的。恐怖就恐怖在于呢，这一套阵容它是可以一直丢的，如果你算它20来秒一个循环的话，满命的莫甘温华应该是目前原神阵容里面1分钟的伤害输出最接近1000万的阵容。
怎么说呢？尤拉那个在深渊第七层吼出来的600万，不仅没有任何参考性和实战价值，更是没有任何可循环性的。可是问题也来了，大家习惯性的思维可能就是觉得科老的阵容绝对伤害都是溢出的，随便打，用屁股贴着手机屏幕操作都能够打通深渊，对不对嘛？但是董哥我要说啊，在科老的阵容里面，能够伤害溢出成这样的，还真的是头一次见到。大家可以看到，我为了让这套阵容勉强打完一个手法，尝试把阵容循环起来，都不得不把甘雨跟神里的剩余物全都脱光。问就是怪实在太脆了，根本就顶不住，那你怎么循环呢？神里跟甘雨来不及丢一技能的话，这电都充不上呀。所以董哥我对这套阵容的评分是问号，理论上是目前原神满命队里面的天花板，但是没有这样的家伙给你打呀。我们只能期望下一次风来人策划给你安排两个1000万血的机器人，然后还要你在90秒之内解决掉，那我估计这样一套阵容是可以随便碾出10000分的。好了，说完满命队，我们再来说说灵命的队伍吧。我相信目前很多观众都已经尝试过这一套阵容了。董哥，我先在这里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一套阵容在灵命的情况之下好用吗？觉得好用的扣个一，觉得不好用的扣个零。满命的莫甘温华其实只不过是命座之间化学反应实在是太好了，再加上如果你的武器都是满金的话，所以就导致这个伤害有一点指数上升的感觉。操作的手法应该是跟我前面提到的差距肯定是有的，但是不会有特别大的本质的区别。核心思路同样是莫甘温这一套阵容本身就是小核弹阵容，然后再加入神里这一颗核弹头，瞬间拔高全队的上限，思路是没毛病的，本身的输出也足够高。但是问题又来了，那就是阵容和阵容之间是可以对比的。董哥我又问大家第二个问题了，那就是莫甘温华跟传统的莫甘娜比起来，觉得神里入队之后更好用的扣个一，觉得还是莫甘娜好用的扣个二。关于这个问题呢，董哥我也问了好几个骨灰的玩家，他们普遍的意见都是莫甘娜阵容的输出本来就是溢出的，至少真渊打满星是很简单的事情，能够安逸的通关，有更大容错率的通关，那就没有必要搞两个主 C， 因为灵命的神里跟甘雨的速切爆发能力是要差很多的，完全没有护盾的情况下，输出环境其实是不太安逸的。用大白话说就是，还是直接莫甘娜用得更舒服。就以两只龙息的那一层为例子吧，我们可以一边看着视频一边说，灵命的神里呢，他的大招范围是比较小的，伤害比起高命的也低很多，那么丢这个大招的走位就很重要，实战的稳定性就相对比较差了。其中一位资深的玩家他这样跟我说，我还不如继续用甘雨，加上莫娜的心意直接就射死了，神里放大招之前我还得不停的走位，操作起来友好度还不如直接上莫甘娜。董哥我也用全灵命的号试了一下吧，给我的感觉呢就是确实挺有道理的。所以啊，就说说我的结论吧，我在上线前就这样说了，如果你已经练好了胡桃跟甘雨的话，神里你抽不抽就只看你的 Windows XP 了。关于这一套阵容，董哥我的评价是灵命 A 加，满命的话大家重温一下这个满屏幕都是让人窒息的数字。于是问题就来了呀，这套阵容它的输出实在是太高了，缺的不过是稳定性而已，你输出再高没有怪给你打也没有用啊，所以结合董哥我开篇说的神里跟钟离的相信的讨论，董哥我觉得你可以把莫娜换成钟离，钟离就拿他压的西风枪，你就发现这一套阵容简直硬得不得了，大招也是四个人好的贼快，大家现在可以在屏幕上面看到啊，这四个人组成一队的时候，特别是钟离如果拿西风枪，那个大招简直就是不用钱的，随便甩，大招一好了，四个人连着放大招，咱们的恩典哥10秒就爆掉了，主要还是他们四个人 pose 摆太久了嘛。这一套阵容呢就突出了三个特点，第一就是伤害仍然非常高，第二就是非常安逸，神里的大招在石化下是非常容易打满的，第三就是同时有温迪跟钟离做辅助的话，咱们的冰系双核大招的循环也非常的流畅，能够拐给神里的大招的伤害的主要有钟离的20的减抗，温迪封套的40的减抗，以及甘雨大招的20加伤，如果你有中末攻的话还能再加一点全队的攻击力，总的而言也算是不少了，虽然在大数字上面可能比起其他队伍有一票的辅助一起给核弹拐伤害看起来要逊色不少，但是也不要忘记了甘雨和温迪在后台的大招是有伤害的，并且再加上这套阵容有两个冰系主 C 在里面，相互切换起来输出的灵活性也非常高，特别是如果甘雨跟神里都是满命的情况之下，两个人不停的六命切来切去相互打爆发，那个伤害其实是非常恐怖的，并且输出的环境是相当安逸的，所以这一套阵容董哥我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价 S 减，硬要挑剔的话就是冰套不能吃满40的暴击率，其次就是抢走了钟离。不过我相信吧，胡桃的玩家懂得都懂，那就是胡桃其实并不是不能缺了钟离，胡桃没有了钟离其实还好的，但是没有了行秋就真的不能玩了。只要有行秋的减伤摆在这里，你迪奥娜但凡有一点练度，他的护盾量是绝对够用的，所以这一套阵容拿走钟离我感觉也没有这么的致命性。再加上迪奥娜空出来了，你也可以去胡桃那一队，那在如今这个深渊特别需要 DPS 的环境之下，这种比较简单又可以有多个火力的阵容未尝不是一个优秀的选择。最后的最后呢，我们再来简评一下所谓的神里融化队吧。我上线前就已经评价过这一套队伍了，花里胡哨，冰套不能穿，全队一起反应覆盖率低，不如直接上公子。上线之后我现在的结论是维持原判 B 减。新的深渊现在也开始了，董哥我在这里也先祝各位追求登峰造极的旅行者们深渊旅途顺利，如果这个视频里面所说的配对思路对你有帮助就是最好的了。关于新的深渊挺有意思的啊，到时候我们可以专门讲一讲。在视频的最后我想特别感谢一下我群里面的两位管理员豆豆以及猫炎叶，不管是配对思路还是阵容的实践都帮了我很大的忙。我靠，怎么都是尊贵的 iPhone 12了，还在用诺基亚 M95 的我内心埋下了仇富的种子。嘿嘿，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一键三连关注董哥的频道，获取更多更有意思又更有含金量的游戏资讯。最后欢迎大家加入新开的原神群，新手玩家找朋友一起刷本不用愁，在群里董哥也会第一时间发布各种新闻和资讯，让我们下期再见， Peace。